主题。你以为我们是不敢做五六年级的吗？错了，我们什么都不会。四年级还有点点小小的困难呢。今天一共有九道题，我们来盲抽，一人一道。我这个吧，我做这个吧。哦天啊，我抽到了我最怕的推断数字题。我的题是名画鉴赏，给了我两幅画，让我看哪一幅是真的，哪一幅是假的。两个都是假的吧？那哪是其次的？三五八十二十七，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，肯定是什么什么递减或者递增的关系，是不是？这里加个二，这里加个三，四，哎，出来了，加五，那这肯定是加六啊。那十七加六的话是等于多少？23嘛，那这里肯定是23。我就这样得了一分。等等，别要着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两幅画的不同之处就在眼睛。那我们一般吃饭的时候，眼睛都是睁着的，那一定就这一幅是真的啦。我看一下你的答案，你选错啦。马吃草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，为了避免那个草啊刺到他们眼睛。他们有睫毛。第二轮继续盲抽。我这个分月亮，他让我找出与众不同的一张，我看一下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一样没毛病。我感觉他们都长一样。这个跟这个也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那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是老头。这个嘴巴好像有点不一样了，看到没有？对，就是他，4号。快看一下，果然是跟4号呢。那看我的题，我也可以看一下你的。我是一道分月亮的题耶，把它分成6份，真的是一条很奇怪的题，好吗？两条线，这样子，奇怪。四块啊，错了，难道是这样？错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，几块？这是5块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帮你做。这种题啊，应该就像以前那种切豆腐的题，这样好像跟我差不多啊。然后从这边呢画，那你有几块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真的是。不好意思哦，我这一局得2分啦。没事，我大招在后面。第三轮抽他。找不同，九处。哎，我们居然抽到同样的题耶！哪里呀？你找六，我找九，好不好？这个图比较复杂嘛，而且我还要限时间30秒，我20秒就行啦。你帮我计时，20。这里就一个了嘛，20秒啊。还有两个，决定几张啊？两个，然后3个。啊，快点！友情提示，还剩下10秒。三个，我看不到了，好像是你4个。我看不到了。时间到。切，你就找到了4个，我来了。这个嘛，一个啊，然后这里，那哪里？这里快走，还有眼睛。切，你也只找出了7个啊！这一局平局，都差2个。第四局抽题。我怎么老是拿到这种推理题，好难啊！我是有5个选项可以选，然后这个是4点、1点、5点，然后2点、1点、3点、2点，然后问我多少点。那我怎么知道多少点啊？怎么算啊？这是加减乘除吗？有没有想猜知道答案是什么的 ？A B C D E 到底选哪个？在线求助！一笔画出图案，我感觉我的智商应该可以吧？你画，这不就个鬼，还差一笔啦！不行，重新来。哈，你看他这道题一定出错了，根本就没办法画出来嘛！我都画了这么多个图案了，奥数题果然难啊！还有最后一道题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哎，这个我好像会耶。那你做一行，我做一行。行，竖板。和，然后墨，还有啥？哎呦，做不出来了吧？晃着，走走开，我来帮你。喂嘛，墨你都知道，喂你不知道？哎呀，是，来下面，靛、白、木、田，最后还有什么来着？想不出来了吗？有没有想法知道的？写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